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东海岸客场内地波涛第三十，为带大家向下到台东的南北两台乡镇，从滨乡、太武乡，另外还有东河乡。日本社会一直到功夫过后，台东人前强弩强强貌也都散业，来也一度的移民，尤其是北埔汉为主。不过好公鸡无按当年天天生意没落，移民们陆续陆续离开业，客人去到太武乡的眼睛很卡贴片，除了挑钱供给生意之外，一到新竹乡镇去到太麻里到太武沿线也搭配的卫生所、卫生室做基层公共卫生的工作。香港头摆有的公务局休息站，伊都客人伫遐开药房，意思得卖粉茶药、提神药，赚呢一多钱。记者林秋玲、蔡依聪就爱带大家看下迄款台东海岸客家的故事。长不浪，穿过军村，找到外面金小虾哥。路况该差个乐乐嘻嘻。全程八个公里的南非公路，西片对屏东边了开始，跳到推动市。推动站会顺最南边的台武乡，还那是南非公路东西浦高通停车的经过的所在。不过不能想到，这边那个的所在，总提出一道的乡音，地点已是买着个发财起来。你啊，大部分是买票哎，哦，啊，你啊，大部分是银行一条，你啊，大部分就银行个休息咯，啊，该大部分是饭店，公路局饭店。场面不好不好，买票厅空空，无人到街。公路局台务休息站，只见茉莉哥哥跳过街，好恭敬嘞。冻酒还是吃吃的些酒，啊，还摸索一些困，十分钟啊，还二十分钟，也有金龙号，也有国光号，啊，也有金马号，也有其他，也有普通，啊，千老爷。满满的客人，很多真的，所以才会有风声雨火啊。赚多钱！五六人宴会休息站的沙地，带头来顺跳上机，尤其是快速风格，买最好的出系新茶肉个老提成肉个，冻存钱比做公务员人还难好。形容系这种相关，四之后时间过向前推到功夫初期，对台务都太麻利归路个，该流水处就一度会新做行业，伫卫生所、卫生室做基层公共卫生的工作。我哋卫生单位全部啲行业好多，啊过了以后就渐渐啦，你掉啦几个单位哦，排咧护士啦，你掉啦原住民啦有啦，啊后来因啦有啦。听阿本咧提过刘建忠，功夫过后接管台府卫生所，咪签落嚟移到新竹乡亲。佢来大医生看，看到吼，个诊疗所，喺背后其实接受好些，啊是大天发现外来。83岁的田阿本，伫卫生单位只做出系40多年，当到青山部落回国，每年学野蔬菜，几多起，下老年村民建立的动心的情感。阿妈的奶奶呀，我只改奶哟。我是改的。一天过了一天呢。哎，非常感动。也是说来看看我们以前的第二故乡。对。啊，那时候去卫生所做什么？就打针啊！啊，都是邓先生帮你们。对对对，你看他80几岁了，啊，我们50几岁了。对呀、啊，我最印象他就打针。
因为小时候会生病啊，感冒啊，那时候他注意性是不错。狠狠阿林叔，天气都年轻伊，唔但请计程车开外走，走起南非路空没动力上，动都个临时场空，为指示给掉处理。交通啊，前乱啦，啊乱落去，闯个发生事故好多。车祸啦，呢条车祸落桥，呢条好多啦，啊，全部要载到呢度处理好多，啊，临时啦，呢条嘅医疗方面，临时嚟处理，差唔多相当严重，所以我从台东，我从高雄。台南本面是本应调到台马里嘅台海卫生室，南非铁路当地嘅企业世界，也会提供嚟基本嘅临时治疗。嗰种先是动脑面，啊，你要共情方面嘅。你就全部的供应啦，你就技术人员啦，全部全都打放工啦，你就呢，厂系当然系厂用来嘅嘛，着想啦。伫东母子应该东埔，基层卫生单位唔但强改革身体病痛，还来系用面生发红嘅意识。继续向下南偏街上部村行，才发现两条本单是南非公路经过的桥盖路，基础安道下中路。六村人员都农民都带到那片都那种吼，那鸡尾天啦，都是都带行人啦，带到客家庄啦。中林建筑工两位行业就相中、相邻、相离，还有相扶的，太体还被破坏。这位种熊猫走林板，长了两代。那老人家有诶做做诶咩油啊？啊，做山风咩油？做熊猫咩油？东埔惠顺第二本师团从每期到功夫初期，就遇到种农熊猫之谜，伫推动染最北偏个冲边向种烟，还用脑袋后腿带到街。我公家隔出来吼。一株新哦，樟树。特别是讲瓜落来哈。嘿，瓜落来，瓜落来。我到俩有你善良种农的啊。嘿嘿嘿。天人走。哎，天人走。刚好世界青年很有反应，刚好善良又请到他们咯。刚好是农行的。农行的。嗯。我们来。范中凤心中关心因，阿爸对那么贵路就拿到俩，出掉到俩嘞。不过功夫够好两年，种农也没落。大家卖出天然的块，冲冰一下，行业最集中的蔬菜，出海的该如何？耶鲁还有行业有苏果夫哦，苏果夫卖五六夫是南部来，可五金行可以上卖三夫啊，啊有人像桃园过了个啥子卖开米糕啊。了解为菜推是瑞县村头街三山桂丰庙，琼中建筑内行业开发东坡的事。二个迄叶青秋，叶青秋，要拢下来，等下拢出去佚佗，出去游景，只几个钟头拢去啊。啊，你讲有靠军哦？靠军这一十五，拢有煮来靠军。拢会煮来靠军。嘿嘿。爱煮啥？就咱要食菜共款。啊，一碗一碗安尼哦。嘿啊，就四碗菜，一碗饭，安尼五碗都有啊。不过摩托中的黑三山桂丰庙所采改上山下去连下四中两副行业信徒是冬天的平埔族为主啊，我们来这摆有这么多平埔族的吗？我们跟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出所安用对信用机时候还能做的看得到行业韩国的国家出所内地会按什么行业在哪边来过这两个也是客家人了 那客家人占一半多，嘿，一半多。你看，像这个也是客家人啊，这个是客家人，这个是客家人。白天路见风庙绿红，参到全体行业。第二个为财东好乡通孔山后的八公庙林福祠，是冬天信用中心。虽然连下没忙人，但也很很容易来烧香。第二只挑选很多衣服，后背没签到点么个？青山地毒，大家很平安。哎，从这边哈，都住在这边哈，都蛮保佑的了。
哎，对，所以说像现在香火还鼎盛。处理八公庙神后，也跟草浓浓的黄里黄边的副歌，头白撒黑一件好高。压到要同空分分教啊！同空分教，哎，同空分教，嘿。嗯，哎，有几多和尚的咯？有八上八空啥？压到要有六班，就一到六年都有。民国五六年代，香芒业共建最后时节，淮安三毛都同空七十五两大伯，就一到就为香芒献身个耆老，人口多多，外地两位十分高。因行业呢，吼，占参了一班。睇到特殊嘅學生嘅嗬，不管是原住民也係後浪人，都大部分都會講客安尼啦。最簡單，日本都七兩嘅梯啊，都師傅人都係黑啦，都按那七十個，做老人做工啊，睇啲門來咯。有做中小貓冇？有咯，小貓邊個？頭八日有青岛人中小貓嚇。嗯，中火咧會做神事。香茅的出山吼，都算推动人成就最多事吼。加香中因为客家人上古的吼，哎，你客家人太提都没有你这边晒过来。民国五十三年吼，佮前半年六十年的期间，拢超过100个人了，一台机呢，佮一桶有300台机啦，两桶佮罗兰木港的佮香茅就买件了多。五个熊猫是有十年的好工钱，把我们居民每转走出海离开。到民国八十年代后，几多大家都动毛些啦，啊，几多搬走从少数一点的种姜嘛、种毛一点的啊，去啦。又八个，你看，哦，哎呦，当好事了呀，哦，可能啊，有啊，哦。好很香好呀，哦，阿妹种咯，现在种种难讲，所以要来提防青皮呀，哦，哎，地都不用施肥。李国山起来到回顺，推十余县村挑改两张烟村民为主的阿妹村部落杜兰村，每时有超过300个客家乡亲在那块田待到了。也别谈讲也别那番薯啊哈，青菜条、青菜种种肉是啦，阿都全部引些移民过来啊，阿都他都地炒地炒地啦，大炒盘姜啊过来，咩杜兰山等啊，客家烟哈，应该是。50年左右，那也最多的加到100多户，100人户啦。啊，个啊，那应该拢在种个熊猫啊。除了熊猫种农之外，杜兰个两件通虫，还那是大同的解流溪提风的繁荣。啊，时间有空的时间，通虫开工去的，其实三百人天嘛。啊，开工太个下来，通虫要咩上班啊，做工啊。啊，剩的时间都山东去个种香茅啦，啊，种种树啦。也从本案做起，杜兰通虫嘅求生度通虫，系只叫三千叶日本狮台起嘅，系嘉陵市提丰产业中心。叶子太窄，是不每月得杂摊天台，把每新竹上方嘅家畜都俩涨起来，涨地只叫6年又重新开工。嘉陵市为了配合叫人生产互通。推十日线，都好新工两条蔬菜，都系种甘蔗嘅地方。超这里生产的一半哦，大概都外销。一年在这里运转的资金哦，差不多4000万。你看它制造提供多少工人？外面采收的、搬运的。30年前嘅4000万，对住扎实提起来讲，食材系动态8000。不过并唔让三亚嘅改变。我讲出高价吃的通虫，喊他哋只叫叫只烟天山嘞，本老人工当发扬。大家系少，那就加要茶壶汤，饮水就是就是壶汤。哈哈哈！就是就是壶汤。就饮汤啦，饮汤我是加地煮。地白煮啊！啊，地白煮啊！饮汤我加地白煮，加大汤嘅味所。你阿妈做嘅哈，嘛感觉讲怪怪。
介绍是一些行业，再到两类大嘅产业，冇睇咧。东东人离开，不过很很中意现在留下。只未记得最近老俩看作系自家嘅包住家，做嚟落唔睇嘅情感。回过天涯，地推都回顺，继续下历史。